Cosmo 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肖战，过着普通人的生活，然后开开心心幸幸福福，养了一只狗一只猫，保存了一种好的习惯吧，跟爸爸妈妈然后常联系的好习惯，做饭吧，太喜欢考虑太多。我最近好像演戏有进步，然后越来越像这个角色，我就会很开心。爸妈在我18岁那一年的时候给我准备的一个礼物，其实就是一块表，比较像我自己，就是生活里是什么样，其实给大家看到的也就是这个样。我得到那句夸奖的时候，就是我最有成就感的时候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，还是找得到你。放在天上放光明，反射我的孤寂，提醒我不再是一个寂寞的星星。